大家好，我是Shek Tsz Chun，今年在香港大学读机械工程的，现在是已经第四年了。我上年就去了交流，去了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交流，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去到除了可以读一些我以前在这里没得读的科目之外，也都识到了新的朋友，包括可能来自美国啊、瑞士啊、等等的国家的地方的人。而我们也都之後有一起出去玩咁樣啦，咁我最深刻印象嘅咧就會係 Winter Wonderland 啦，因為當時係一個好凍嘅環境之下，咁大家係一個嘉年華嘅一個氣氛咁樣，成件事就會係好舒服同埋好玩咁樣嘅，係。咁而之後我亦都有去到呢個牛津附近啦，咁就有一個參觀咁樣嘅，咁佢嗰度有一個好大型嘅科研中心咁樣。佢就會利用一啲電子將佢加速，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啲電波產生啦。咁而呢一啲高能嘅電波就係俗稱我哋所謂嘅 X-ray。咁而嗰度嘅科研人員就會用呢一啲 X-ray 咧，就會做一啲研究咁樣。咁呢一個咁大型嘅一個研究嘅設施咧，咁其實喺香港啊，或者可能喺亞洲嗰度都比較難揾到，咁去到嗰邊有一睇，其實都係一個好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咁樣嘅。咁好多人都會可能諗去 exchange 係一個好昂貴嘅一個使費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喺香港大學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獎學金可以俾申請。咁而我亦都好彩就申請到中電嘅獎學金啦。咁所以佢除咗可以幫我減輕我嘅負擔之外咧，咁亦都之後有得翻嚟做佢嘅 internship 咁樣嘅。咁我就喺上一個暑假喺去完 exchange 之後咧，就翻咗嚟做呢個 intern 啦。咁喺 intern 嘅期間啦，咁我就要負責寫一個程式，就去估算翻天然氣嘅呢個用量咁樣啦。咁而途中亦都有機會去翻 operations 啊，去翻 maintenance 等等嘅部門咧，就去跟佢哋嘅日常嘅一啲 check 啊，或者一啲嘅 maintenance 啊，一啲嘅 repair 咁樣。咁其實都學到好多嘢啦，除咗係將我喺課室入面學到嘅嘢用喺實際呢一個生活入面咧，亦都有機會係即係體驗一個工程師嘅生活咁樣嘅。咁對於我喺 Year 4嚟講，之後揾工亦都有好大嘅幫助。